需要看手相的原主点击老师头像可私聊咨询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手相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手心的位置处长有极致，则他们存钱所财的本事比较强，拥有极高的个人发展，天生就会聚财招财，个个都是福气相，自身的钱财运是发展都会非常的不错，而且他们个个都是富贵命，只要是抓住机会就能拥有不错的成就，事事顺利，而且钱财也会越聚越多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